对国艺会来讲，它的使命当然是创造价值，就是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是这样子的好的美好的价值，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得到、接触得到？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。所以高铁董事长跟我提到说，哎，怎么样让艺术进入高铁运输移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刚好也是台中人嘛，我的祖先的家还在，所以我之前也参与过他们的那个古迹的维修，所以我对就是说这个传统的这种建筑蛮感兴趣的。对我来讲，一个窗口呢，是一个从文艺复兴下来，就是我们说一张绘画其实是一个窗口，透过这个窗口进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就是一个艺术家创出来的另外一个地方。借用所谓这种花窗的设计，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面，然后让他们去注意到这一点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对于艺术的一种体验吧。第一期计划的将近四个月的期间，除了视觉美感之外，其实表演艺术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每个五六都有表演艺术的团体在那个地方，也是不期而遇的演出。那样子旅途的匆匆忙忙的过程里面，可以驻足一下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事情，这样子。